今天用国画大显意给大家画一幅春燕图。那么关键的呢就是这个小燕子，那么我总结呢有12笔啊就可以把这个小燕子勾勒出来。第一步画它的头，第二步和第三步呢就是画这个小燕子的羽翼和它的身体，然后第四步第五步第六步的话呢就是画它的这个翅翼，然后呢可以画它的嘴眼睛和它的腮红。那么大家可以数一下呀，我在整个画燕子的过程当中呢，每一只燕子不多不少就是12笔，然后呢放开手笔把这个柳枝啊都画出来，然后提款盖章啊做好印件，那么这幅画呢就大功告成了。